雍正的一个粉彩眉瓶，可以说是眉瓶嘛，或者是花卉、飞碟，啊，这个是菊花，有牡丹花、飞碟，写的是大清雍正年制，六字横款，双穿。画的是飞碟，飞碟画得很纤细，很漂亮，很生动，栩栩如生。飞碟，菊花，飞碟，菊花飞碟，梅瓶。有20公分高，大清雍正年制，六字横款，那这个太多漂亮！这个底釉还是有点青啊，不够白，底釉不是说很雪白的些，还是有点青，泛青，有点泛青。总的来说，给一个感觉是，富丽堂皇，相当名贵、高贵。